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雪茄。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甜丝丝的。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并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杀人灭口的人。还不睡、啊？老哥，我看大家都辛苦了一晚上，可是我占了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委屈你了。哼，在哪儿躺着不是躺着？再说，以后睡觉的时候还多着呢。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只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你也喝口酒？解解乏。不，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怎么样，这酒不错吧？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的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这样看来，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是啊。小何，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不回去。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不，你看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梁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这个案子紧急，我看他留下来也挺好。案子案子，你心里就只有案子是头等大事。这小两口吵架吧，外人插嘴还就手唠。谁跟谁是小两口啊？冯连山，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还年轻，我可以等。可你别随随便便把我往外推，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专拣硬的啃。
上当了吧？这酒啊，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蒙汗药，幸亏小爷我机灵啊，顺手揣了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走了。暂时关门，你得马上转移。娘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抓回来。别着急，看看风头再说。这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还不至于把咱们出卖了。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卧底在替咱们打探消息吗？哎呦，客官，你好，你好。我要一个单间。好好好，楼上请吧。哎，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老板娘，就是他找您。老板娘，这位先生眼熟得很啊，听说您有事找我啊。哎，来，走走走走走。老板娘，来坐。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你怎么就直眉瞪眼地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呐也不敢接。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西药？是哪种西药？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最金贵的？哦，是盘尼西林。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三盒，一盒十针剂。那先生想要多少？我呀便宜点，三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
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哎哎，吃了饭再走吧。盘尼西林，你听我说，这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缴获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的，就是一直和中金九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哎，我看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冯队长，常医生，你怎么来了？我要失窃西药的重要线索。五哥，你回来了。俊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哎呀，五哥夺到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你们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得了这些东西，天际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三根小黄鱼儿。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对。常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好吧，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楼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要半路截胡，兴许啊，我还能多捞点。哎，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如此煞费苦心，哼！可惜，这次他们要失望了。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人个个身手都很好。啊，别看了，看我，看我。哦，哦，好好好好好好。油条，饿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呀，兄弟，你看，这天都亮了，你是不是该走了？没错。头哥，等兄弟发了财，我定当重谢。携财运，你哥我可受不起啊。我劝你小子出门小心点。哎，得嘞，您就请好呗。陈医生，紧张吗？还好。不用紧张，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会全力负责你的安全。我相信你们尖刀队的能力。走。唐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是。你们慢走啊。花生瓜子大红枣嘞。客官，里面请，里面请。老板娘，哎，客官，这边坐。哎，
在这守着，我带人过去看看。封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是。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没事没事。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儿，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插穿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橘皮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又断了。哎，出什么事了？死人了，流得满地都是血。人死了，嗯，就死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在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盘尼西林。这是盘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位重病人，他急需盘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救人要紧。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博士，你先说说吧。好。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嗯，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波段。
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嘛。笨也得查，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是是，散会。梁山，博士有什么事说吧。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哈，这事儿啊，啊，放心吧，帮你记着呢。哦，还有，你跟小何真的没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我跟小何真没事儿啊。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他怎么就出了岔子呢？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怎么了，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的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查一查，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么查下去，咱们队不被查得乌烟瘴气的吗？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阿宽，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多谢唐先生褒奖。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是，我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可是，唐先生，有件事情恐怕非常棘手啊。哥，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也不敲个门。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是阿宽无能，落了盒西药，请先生责罚。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宽，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
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是，我明白。小何，是不是你们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嗯，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可疑什么呀？橘皮半路死了，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切，你肯定没答应他。我答应了。怎么了？你们俩在一组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冯良山欺负人！哎，这又闹什么别扭啊？我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哎，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这哎，龙嫂啊，我看这锅馄饨呢、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对对对、你看这个头和小何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我亲手包的。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吃你们的馄饨去吧。你说什么？那盒西药现在已经到了长市医院。常营长你好。常营长你好。常营长哎，
进来。常院长，军管会给咱们医院下达了书面通知，一周后将会有大批从西南前线被送来的伤员入住我医院，希望院方在床位方面和医疗条件上给予配合。啊，放这儿吧。嗯，这个事情啊，前两天军管会的领导跟我谈过了，马上看一下住院病人的病历档案，有病情不严重已经适合出院的，请他们配合一下。嗯，尽快出院，腾出床位给伤员。是。哦，对了，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待会儿有您一台切除阑尾的手术。是那个银行乡里秦太太吧？对。那个病人很挑剔，我得去病房看看病人术前的情况，别有什么遗漏的。好。6小时以后啊，要给秦太太采取半卧位，方便她引流，嗯，才能防止炎性渗出物聚集在盆腔。24小时以后，鼓励病人缓慢活动，促进恢复肠蠕动功能，以免发生肠粘连。哦，对了，通知他的家属，让多炖一些鱼汤给病人，这样可以加快刀口的恢复。是。啊，对了，这是邮差刚刚送来的。又是一堆信和邮包，肯定啊，是那些被您治好的病人给您写的感谢信，还有为了感谢您的高超医术亲手寄来的土特产吧。这些病人呐，实在是太客气了，治病救人，这是本分嘛。可他们总是啊，千恩万谢的。这些病人啊，是真心真意的感谢您的仁心仁术呢。常院长，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吧。行，待会儿我还要到外科巡房。我先打个盹儿。嗯。喂，是常振藩医生吗？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你到底是谁啊？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别挂电话，你听我说，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3分钟时间。